做个好玩的饮水机，让孩子爱上喝水。准备好材料和胶枪，用小猴梨电胶枪连接起纸板，小纸板打个洞装上，底座纸板剪个弧形，用胶枪连接底座，长条纸板撕开围住底座，饮料瓶底部钻个洞，不要太大，能装上吸管就好，把瓶子装上去，装上前挡板，再装上盖子，装饰一下，打开瓶盖装水，记得要用手堵住下面的吸管哦，看，一点也不漏水呢。小猴梨电胶枪，亲子手工必备，小米有品有售，众筹首发。